最近台湾人遭到人蛇集团诱骗到柬埔寨的事件层出不穷，光是台南市截至17号为止，警察局受理的案件就有33个人受害，其中只有3个人成功的获救返回台湾。对此，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寄出了重金奖赏，全面启动拦阻海外求职诈骗，呼吁旅行社只要协助把关，根据规定成功拦下一名受害者，就发2万块钱的奖励金。另外，为了全面预防国人受害，台南市府也开始另案规划，让一般的民众也加入拦阻行列。要去完柬埔寨之后，然后说钱在台湾他拿到之后，他会安排人帮接走。跳入人蛇集团设下的圈套进行诈骗工作，如今获救，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。手机被烧完之后被打。没想到逃亡竟然会在自己人生中真实上演。这名来自台南的李姓少年，就是飞往柬埔寨受害活生生的例子。几乎都是如出一辙哦，就是以高薪，然后免住免宿，一切都是招待的。这种方式来引诱，光是台南市截至17号就有33人受害，台南市府也祭出政策全面启动拦阻海外求职诈骗。市长黄伟哲也宣布，只要旅行社业者协助把关，通报警方，成功拦阻飞往柬埔寨疑似遭诈的民众，一位就重赏2万元。市政府他也很确切的，我们祭出了奖励办法，希望我们旅行同业先进能够配合我们政府的一个政策，这些部分旅行社希望能够帮忙过滤。那如果因为这样在机场拦下来，或在出发前拦下来，那我们就一个人2万块钱。重金奖赏成为全台先例，为了再进一步预防国人受害，市府也开始另案规划，让一般民众也加入拦阻行列，就盼能够大大降低再有人掉入求职陷阱。记者黄富奇台南报道。